部队在那，一方面巩固边防，另一方面白崇禧说他重新掌握一定的部队的掌控权。这段时间表面上看，白崇禧、李宗仁跟蒋介石处于一种和平状态，因为这个时候日本人打过来了，在这种空前的对外压力之下呢，他们必须得暂时结合到一块儿。